也就像这种都是朋友嘛，就经常演出去看捧场这种，然后就认识，然后后来发现大家兴趣比较相符，都是想把一些想把云南的声音吧做出来。可能在有些人眼里面，好像是成功。比如说像在云南那些乐队，可能算最成功。但是成功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标准，成功也不是一个界限，就是反正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在过我想要的生活，在做我想做的音乐，想就是这个状态，我觉得还是已经算成功。但是云南有非常丰富的文化，但是这是一个融合特别融合的一个地区，我觉得。对。然后其实，在潜移默化当中，他们的生活已经交融在一起，但是没有发现，真的才发现出来以后，特别我们去国外演出，回来以后再看，然后包括在北京回去的时候，这么几年吧，来来回回的，那真正的发现，其实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些，真的是一个交融的东西，不是一个特别融合的一个 fusion 融合，真的。很多东西都是融合的。